上面有没有哪一个你们没有看到的？那瓶叫低脂牛奶，好，两个叉小便。哎，不能那么焦急，我要烘干，我想看，因为我等一下。我把一些醋分两瓶，好，这样子可以分两瓶用。这个落在白啊。哎，粘在一起以后，胶水就会怎么样？